香皂闻起来很香，但吃起来超恶。臭豆腐闻起来很臭，但吃起来超香。那么，莫非要吃吃看吗？阿文，啊，电脑画面在桌面，眼睛却盯着荧幕发呆，太诡异了。莫非他刚刚在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。啊，我是真的在发呆啊！你是在抱歉三小啊？讲一个恐怖故事。今天不是星期五，明天也不是，甚至后天也不是。检查一下钱包有没有带。好。等等，钱包有带吗？好。钱包还在吗？找一下，要是刚刚走路期间掉了就不好了。哇，钱包还在吗？刚刚已经检查过了，还在的几率是 99.9%， 那不能这么想。钱包里面有5000元，还有一堆证件，掉了我就死定了，所以跟几率无关，绝对不能掉。我要再检查一次。好烦哦，到底要多久了？水遁，水遁刚刚这个。